OK， 出发。用白夜叉哦，我应该会用萤石吧，如果真的要用的话。四康不能消哦，不然这都可以消哦，走四十步哦，那还好。这是从头到尾都走四十步吗？我看到北极熊哎，北极熊是谁？什么北极熊？六康以上哦，四十步会对你们来讲说太难吗？挂台忙起来，好，谢谢说说。怎么金币那么多？就前阵子不是有刷那个经验的关卡吗？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那个，他不是有那个金币加倍券吗？我把所有的都用完了，所以我就这么多了。美乐蒂过得了吗？可以啊，我们下一次这个打完就用美乐蒂啊。轮回有一补，原魔是不是没机会了？机会比较小了。基本上一补那个，只要你有耐心就可以过哈。不过就是耐心有多少的问题了。排除啊，然后这里的话，这样子。三就十七了，对吧？看起来是这样。哦，对哦，吕布就好啦，原魔吕布就好了哈。确实，所以暗原魔应该有机会吧？暗原魔直接轰过去，要干嘛？手消敌对不能手消水珠。排珠，这排珠好无脑啊！直接用排珠过就好了。旧电脑二手卖吗？你说我的旧电脑吗？我的旧电脑变成实况机啦，所以我现在还是有在用啊。强化防御盾啊！所以我们这边不能消水强化珠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这边不要水珠骑手就好了。这个双周好长哦，什么双周？你说轮回吗？我靠，随便打随便过哎！我好像消到水强化珠，但应该也没差。嗯，技能重置好麻烦。哎，我们要先分别带走左右两边，再带走中间的吧，应该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消五康，再消六康。对面的好烧什么意思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四十步转得到五康吗？还是转不到？哎，干，中间的死了，哎，怎么那么烂？那我们剩一个洗技能好了。他没有越攻越强，哎，所以这边随便洗吧，只要剩一只的话就随便洗技了。转不到，真的假的？小周三十块钟内预计在北极四天，好，等你回来一起玩麦块。你那个小周可以多拍一点照片分享给我，我在直播分享给观众看。这样，如果转不到的话，你稍微洗一下技能就可以开维珍尼奥了，可以排除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或者是你可以。那个 U 转啊，你先转好再 U 转也是可以，我感觉是这样。麦块加一，好啊，到时候开那个有开再跟大家讲。稍微洗完技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看可不转手转六康。嗯，不行的话一样是开牌珠就可以解了。结界地形。啊，结界地形不能炸板吗？哎，我遇到光暗同等盾哎，哈，OK， 遇到光暗同等盾是不是比较好打一点啊？我感觉是这样啊。到底可不可以炸？现在北极是白天吗？哎，对耶，北极好像永昼还是永夜，我忘记了。
北极是永昼吧，然后南极是永夜吧，好像是这样，是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，这边我们开这个，不能消木珠，也没木珠也可以消，其实。哦，会轮流啊、哦！哎、欸，一不对，一回合就过来。啊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要洗技能。我操，好狠哦！我有一个拼图盾 ，OK。这边我们洗技能吧，洗到那个可以关掉水雾为止。啊，不对哈、哦，等一下，我们有带附加效果消除，我们直接把那个啊、对，我们直接把那个水雾给消掉就好了。北极夏天有昼，冬天永夜，然后轮流。哦，对，我想也是这样。好，直接消掉。然后我们龙科直接附加，龙科直接无视这个拼图盾，从这边直接转就好了。然后开个龙科，轻轻松松。哇，这转的不是很好。我们转的好的时候再开龙科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来秀一下好了。无情叠珠机器，各位开龙科也可以解第九关。我们龙科是无视拼图盾吧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手消气康这边其实可以开技能，这直接无视那个固定 combo 啊，莉莉丝二技能，你直接排就好了。红哥，你真的太无情了，直接叠珠，直接把那步数消完好了。南极也是夏天有钟，虽然南半球，虽然是南半球的夏天，夏天到了就是要看大姐姐穿泳装，什么意思？最近好像不行，最近那个。疫情的关系不太能出门，龙科重置，然后不能啊、哦，这边不能消敌方的那个属性珠，稍微隔开就好了，就像这样。哎，还有排珠，感谢失业加入我们香蕉达乐园，谢谢你。这边只要不要手消就好了。好，再来是啊啊。是不是一定要消到那个光珠啊？好像是这样，试试看，是吗？我是不是又消错了？哦，对，好，然后这边不能消水珠，但是不能数到水珠，但是一定要叠到水珠，应该是这样。其实以这个来讲，可以水珠起手就好了，然后不要消到，然后任消一组就好了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比如说像这样。还、啊、可以天降火珠，这样可以吗？应该也可以哈。啊，也可以。阿莉丽丝好好无脑啊。然后这边不要削到木珠，然后手下一组珠子就好了。看他的血条就知道是什么，这回要削什么。像这个就是暗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样就好了。莉丽丝蛮轻松。好，然后。直接开二技能。南半球是啥？南半球是啥？你没学过吗？南半球跟北半球啊，就是地球的最南跟最北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这关很难吗？用莉莉丝还好哎、欸，我不知道，感觉还行。可以排珠了，三康，刚好三卡，叠个珠，一二三这样。有可能人家地理还没学到那边，是不是？红哥南半球，我那个不叫球，那个叫地平线哈，一个平的，知道吗？然后什么球，球不球的，八康以上，然后不能消新珠。OK， 那叠新珠好了。
应该可以啊。赤道，中球，下面有两颗月球是怎样？是太阳跟月亮，没有开玩笑的。21颗珠子盾，直接排出。最后不要火珠哦，不要火珠起手，不然那天降者会把那火珠交符是给用掉了。虽然说他还是天降掉了啦，不过好险我有留一颗哎。好，下面一位。Oh my god， 他这个是怎样？弱化受伤反击，所以我们这边要，让我看一下。消一力减少50%的伤害，消两力不就100%了？我再看一下，这一康洗技能就好了、欸。是可以开龙科啦，不是？不过我们这边不是要洗技能吗？技能该被重置哎、欸，还是你们想不洗技能直接车过去，好像也行啊。哦，下一关好像可以那个，好啦。哎，等 CD2 一下好了， CD2 再扁他比较好，那直接打好了。因为下关好像是那个固定 combo 的，对，考验转珠的。我想说洗一下技能哦，要车过去也行。等一下小周三就会得那海豹，你抓得动海豹？海豹很凶呢。只是刚才水雾能过的一不顿。水雾不是回复力归零吗？没有，水雾是攻击力归零，不是回复力归零啊！他那个是虚影水雾啦，不是水雾啦，你搞错了。我们那是虚影水雾，不是水雾。前面都可以直接手转啊，后面再开那个排珠的就好了。谢谢狗狗，什么东西不养？最近感谢港币鼠看的那说起天文像，最近有个台湾的奇怪男生打电话投诉天文台说。太阳晒着他，靠边，太强了。等一下看七卡暴以上再开那个排珠的好了，我感觉可以了，开个排珠好了，比较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哦，7。我鹰全合作，上次应该有用我鹰打吧？还是没有？这个轮回开上次开的时候有我鹰吗？哦、他这星柱直接给你排好是这样，好狠！这对太无脑了吧？八康刚好，没有，上次没有我鹰，真假的？北极熊肉搭芥末真的很好吃，你吃过、哦？真的假的？好狠啊！九康，如果这真的要手转的话，超难的。上次开是新死合作哦，好啊，等一下有空再也可以打一下。那是什么？这要干嘛？哦，强化盾。看一下，我在想，哦，如果有无鼠的话，直接开这就好了。只能消光暗，不能消水火木，是不是？哎，洗一下技能好了，一回合就跳了。然后我们家的排珠比较爽。现在神魔账号价值变好低。不是之前有很高吗？水火木要叠珠，然后最后要用那个水珠结尾，这样应该就可以。嗯，
他再来得及吗？还是来不及？在我排除吗？哦，还有哎，太好了，感谢哈，差点出事啊，各位。其实不会死，哦对吼，好像反弹不会死这样。十六关要干嘛？啊，随机出现一个敌人，那我们遇到这个黑洞盾，该换眼睛了啊！靠呗，不是吼。这是上距离上次复刻多久了？很久没打了吼。黑科技有用？有啊，黑科技现在变得很好用哎。就它一定会让你成功，而且它会直接恢复到上一栋，真的挺屌的。排珠，等一下是不是就没排珠了？好像会空窗一回合啊。黑科技有更新有啊，后来有改版呢，黑科技还有改版，超夸张的。开这个无视，然后排珠，历史有那每回排好的那水珠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我靠北不够了，这样应该打得死了。睡觉晚安，黑哥这也是隐藏技能之一，确实。附加效果消除，然后排珠吧。同时卡火跟新珠，哎，好狠哦！威力在哪里？什么威力在哪里？随便转都过。好吗？也没有到随便转了，不过这队是蛮轻松的。十八关是什么？残盾啊？这个要干嘛？哦，回复力减弱，然后不能消火跟木偶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就叠珠吧。应该可以过吧？哦，他是要每回合不能手消火跟木了。银石能过吗？那肯定可以的吧？你要打轮回，你们想看的话也是可以过啊，但是那应该放在最后吧，有空再打。哇，这个就很尴尬了，有没有？其实我们哥可以开这个，把那符石炸一炸就好了，然后不要消火跟木。克洛伊。怎么没声音？克洛伊比较难吧？那解伊普顿没那么简单。合作版本有空再打啊！大家就没有很想看？我刚才有投票啊，没有人说要用开那个怪蛋呢，对吧？差不多半退坑了啊！真的假的？第一是不怕反弹，这关回血就好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是哦对耶，所以好，不然这一把手消火跟木看看我们会不会死。我真的很爱你百姓跟玄哥。玄哥被告白了，火跟木都消会不会极致反弹，然后就挂了，看一下
会死吗？看不到完，看不到就是就他就死了。二三顿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我煮好了。新椅子吗？其实坐有一阵子了，一两个礼拜了，但的确是新的，没错。刚刚有人用一挥过，这么狂哦！一挥之前不就可以过了吗？上一次就可以了，上次出的这时候，这个不就是新死的时候吗？有骷髅头哎、欸，我想一下。他的血量有49亿，所以这边只要不要消水柱就行了。我想开个龙科哎、欸。反正王二应该没啥问题啊，王一保险过啊，你有开台啊？有啊，天使，有新关卡的地方就有我。今天刚好出一些新的关卡，就有我就开台了。好，我想开那个龙魂模式。然后二技就这样，31步，走9步就走完这个。哎，我可以拉个角色柱吗？不行，这样他应该死了吧？他才97亿的血量哎、欸！哇，他刚才天降新珠哎、欸，超扯的，这应该异伤吧？这对平砍都几百亿了，300亿、啊，这对真的蛮推荐的，各位。保护贴有防亏吗？那个荧幕是雾面的，应该算有吧？我不知道你的防亏是什么意思呢。